现年38岁的前曲奇成员杨爱紧 Mickey 在2016年和拥有300亿身家的永安集团太子爷郭永纯结婚，并三年抱两，诞下仔仔 Nukin 和细女 Emma， 一家四口生活幸福愉快。虽然 Mickey 婚后已经很少在幕前出现了，但主力相夫教子的他经常有在 IG update 自己的近况，又见他不时相约好朋友品尝美酒佳肴，又到处旅游周游列国，过着写意的阔太生活。